173集。请坐。宋吹说道。真俊入座之后才抬起头，笑起来眼睛弯起，依旧和善。金剑先生痊愈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此次怀瑾失踪三月有余，多亏甄先生人脉广，找回大师兄。当时白刃硬是把赵乙楼拽到了孝公陵墓前，通风口已经被刨开了一尺宽，但并不深。那时候杜恒已经下令将通风口全部堵上。赵乙楼与白刃之前所见不同，根本看不见通往陵墓内部的入口。为救宋初一，赵乙楼上天入地都没有任何犹豫。但一者，挖孝公的陵很容易被守军察觉；再者，他不知一个人要挖多久，心中已是急得不行。不过这事是灭九族的死罪，又不能去求旁人。幸好真俊全力地寻到魏道子。魏道子通奇术，动奇门遁甲，陵寝的建造离不开这些。经他推算，很快便寻到了墓室入口。我即追随先生，这是本分。赵乙楼难得为人说一句好话，这个面子宋初一必定会给的。此恩我定记在心上。他很清楚真俊现在最着急的事情，于是摆了一副闲话家常的样子看向真宇。真妹子真是大姑娘了，可有中意的人家？真宇的名声全是靠着宋初一，亦是热乎。后来宋初一对他的事情不太上心，而他又很畏惧宋初一。真俊好说歹说劝他常常到国卫府上走动走动，他死活不愿意来。结果这些年高不成低不就，都快19了还没嫁出去。真于当初认识的一些贵女都已经为他人妇，都有了孩子，他嫌自己丢人，渐渐的也都断了往来。我原来倒是物色了一个不错的人，只是不在秦国。先生，至少我就这一个妹子，其性子软弱，这远嫁……莫紧张，我也就是这么一说。宋初一笑笑，前段时间徐长宁来急信，说公子四倒是很重视他，非要将妹子下嫁。公子四的妹子虽是庶出，但好歹是魏国公主，又有得宠的兄长，坐靠山比其他庶出的公主更尊贵几分。加之前段时间宋初一出了点意外，宋长宁得知后恐怕忙不迭的就把公主给娶了，这样就算宋初一死了，他以后财进也少不了吃喝。宋初一略一思忖，我看公子昌的相貌人品都很好。真俊心头一跳，按耐住狂喜。啊，公室子弟，我怕真是商贾之家配不上啊。宋初一心道，你这么想，你妹子恐怕可不这么想，人家当初还觉得自己配处理级也够得上呢。堂堂国卫府的妹子怎么配不上他？宋初一说道。真俊大喜，连忙拉了真鱼拜谢。多谢先生。说了一会儿话，真鱼见宋初一面露疲态，便立刻识趣地领着真鱼告辞。真鱼一路上默默跟随，带上了马车，才瞅了一眼满面笑容的真俊，小声地说：大哥为什么不提吉大哥？傻妹子。真俊摸了摸他的头。今非昔比，先生若再开口提这门亲事，不是折辱他吗？我又岂敢让先生为难呢？真俊默然，当年宋初一让他自己拿主意的，可当初少不更事，心高气傲，不愿嫁给官夫，白白错过了一个好男人。他如今仍旧未娶妻，却已经遥遥不可及。真俊兴致勃勃地说：公子昌是公子直的内侄，年少勇武，今年与你一般大，就已经是魏军校尉了，那都是一拳一脚打出来的，不靠祖宗庇荫，将来前途是不可限量。而且他不好女色，身边尚无姬妾，是一桩绝佳的好婚姻呐。公子直是新任的廷尉？正是。原来的廷尉居壤因国卫被劫一案引咎自尽，新上任的廷尉便是嬴植。第二日，嬴驷竟然照常朝会，
高座之上，刘藻半遮俊容，加之他本来就少言寡语，大臣们很难察觉到有什么异样，此事就这样一带而过。赵一楼因私旷职被革职，这次自请参加秦魏之战，立即得到营司的批复，官复原职，戴罪立功，即日便奔赴战场。雪停了半日，刺目的雪光映得天地发白。宋初一与赵一楼一并出发，一个出城，一个进宫。到达岔路口时，赵一楼下了马车，翻身上马，见宋初一挑开车帘，便垂下头。雪光将他苍白的脸色映得几近透明，一双沉静如水的眼眸越发显眼。报仇固然重要，但逝者已矣，为此搭进性命就不值了。我已经失去了孩子，莫让我再失去你。好。赵一楼的面上绽开笑容，宛若拨云见日。走吧。马车行驶起来，两人错开，在官道上南北背道而行。营司还保留了宋初一的职务，在他失踪和卧病期间，只是找人代职，因此他出示官令之后，卫士便放行了。下车步行至角楼，待人通传之后，陶坚下楼迎他上了三楼。屋内充斥着浓浓的药味，宋初一隔着帘子行礼：“参见君上。”“进来。”营司的声音略显中气不足。陶坚拨开帘子，宋初一进了里间。营司刚刚放下药碗，接过内侍递过来的帕子试了试嘴，抬头看了一眼宋初一：“国尉傍晚前来，有何要事？”宋初一微微躬身：“臣听闻君上身体有恙，心中焦急，特地来探望，顺便禀告君上，臣已病愈。”“坐。”“谢君上。”宋初一在坐榻上跪坐下来，这才敢抬头去看营司。他的脸色还算不错，只是以往风神俊朗的面容，如今看着清简许多，精神亦略显疲惫。月前君上一席话，振聋发聩，臣日后定当心无二虑，忠心事主。然大业未成，也请君上爱惜自己的身子才是。”“嗯。”营司应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你明日便复职，处理政务吧。”“臣有个请求。”“寡人知情何求，但你大病初愈，不宜太过操劳，待适当的时机，自会全你所愿。”若说这世上有人懂他，非营司莫属，有些话不需要张口，他便已经意会，这非但不会让他高兴，反而十分戒备。“君上，两位丞相求见。”“请。”很快楼梯上响起咚咚的脚步声，张仪与处理吉在帘外行礼之后，亦被营司请进来坐下。两人头上还有落雪未来得及清理，显见是有急事。“君上，赤侯传来关于追踪香的消息。”张仪见营司专注聆听，便继续说道：“接了信鸽的人是公子嗣的侧夫人杜昭。昭夫人是魏国大贾杜氏一族嫡女，杜恒之妹。杜氏七年前族内发生内斗，被杜恒力压，杜恒为借助外力，便将杜昭以姬妾的身份送给了公子嗣，并附赠一万金。之后一年得子，成为公子嗣的侧夫人。接着染上追踪香的人有公子嗣和右郎中明子缓。主谋是公子嗣？”楚里吉问道。张仪摇了摇头：“我起初也以为是这样，但思来想去觉得颇有蹊跷。杜氏是几代都是商贾，商人逐利，杜恒嫡妻早亡，膝下无嫡出之子，就是庶出儿子，最大的也只有七岁。他一死，杜氏立即四分五裂，他有什么理由为公子嗣如此卖命？后来再查下去才发现，杜恒与杜昭之间颇有暧昧，杜昭但有所求，无不从之。杜恒宠妹之甚，实在令人惊诧。”“我在被绑的前几天，城中正流传着一个消息，
说公子嗣的正妻过世，魏王欲为之求娶迎喜公主。我若是没猜错，定然是杜昭觊觎正妻之位，央其兄长去找连弩图以及新军下落，以在公子嗣的面前邀功。不错，但是即便要查证，魏恒未必要用如此自绝后路的手段。经查实，杜恒从半年前便开始谋划，但公子嗣欲求娶迎喜公主的消息一传出，杜昭催之甚急，甚至以性命相胁。清理先帝陵墓时，从中找到杜恒带在身边的两卷书信，是杜昭亲笔，言辞之间甚为决绝。张仪从袖中掏出两只青铜信筒，双手递呈上。陶坚过来取了信筒，打开之后摊在嬴驷面前的案上。嬴驷看完说道：活捉杜昭，待送入秦国以后再想办法让公子嗣知道杜昭与其兄有染。是。公子嗣性情乖张阴质，倘若知道自己做王八这么多年，怕是连杜昭生的那个孩子都要被牵连。以他的行事风格，绝对是宁杀错不放过。宋初一心中觉得可笑，自己被绑架受了这么多罪，居然是栽在了这等不伦之事上。张仪又说：现在魏国不承认杜恒是为魏国办事，要求我们拿出证据，真想将此事推到魏太子身上，借机除掉楚郡。嬴驷看向宋初一：国尉在魏国安插暗线多年，对此事怎么看？臣附议君上可否并退左右？嬴驷微微抬手，陶坚立即带着全部宫人退了下去。宋初一这才说道：据臣所知，闵子缓是魏太子之人，他看过那封密信，说明魏太子已经知道此事与公子嗣有关，恐怕已经要着手除去公子嗣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等魏太子把事情推在公子嗣头上时，再拿出线索指此事是魏太子所为，给公子嗣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公子嗣被太子摆了一道，定然怀恨在心，届时臣再通过暗线向公子嗣献计。紧接着宋初一将自己原本的计划全盘托出，听得张仪和楚礼吉目瞪口呆。他们也是素来有智者之称，谋政谋战的手段均不输宋初一，但还从来没有这样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的去咬死一个国家。张仪一向觉得自己行事不够君子，但比起宋初一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德行满满，可以流芳百世了。内斗最是消磨一个国家的元气，这比单单外力着手要有效得多。楚礼吉与张仪深知这一点，于是毫无疑问地附议：无论是魏太子还是公子嗣继承王位，与我大秦来说都是好事。掌权者最怕没主意和主意太大。所谓没主意，也就是没主见，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。而主意太大是指刚愎自用，别人说什么都不听，就觉得自己主意好，一意孤行。魏太子和公子嗣，一个是没主意，一个是主意太大。嬴驷心里不由担忧起自己儿子的教育问题，心里觉得是该花一些精力放在继承人的身上了。臣也有事禀报。楚礼吉平静地抛出一声惊雷：群臣要求废除皇后。群臣？嬴驷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沙哑，威势却越发迫人。我嬴驷的女人，何时轮到别人来指手画脚？怎么右丞相也支持废后？楚礼吉微微躬身：王后废与不废与国政并无影响，臣只是觉得此事应当禀报君上。毕竟这不是楚礼吉能够私自处理的事情，而且魏人掏了先君的灵寝，那不仅仅是嬴驷一个人的父亲，也是楚礼吉的父亲。他之所以将此事报到嬴驷跟前，也是因为对魏人很排斥。理由？魏人冒犯先君陵寝，魏公主做我大秦王后是对先君的不敬。是不是也要把楚军废了？嬴驷似乎很严肃地在询问楚礼吉的意见，但在座的三人都知道他已然动怒。不过张仪与宋初一都不是秦人，
没有立场非议君主家事。臣愚钝，请王上示下。楚立即索性装傻，反正他对废后之事抱着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。嬴驷收回目光，冷声说道，娶不娶是他们说的算，但既然魏婉已经嫁入秦国，就是秦国女人，就是我嬴驷的女人，没有什么魏公主。他们若把为难女人的力气都使到国政上，秦国何愁不强？此恨何愁不报？嬴驷从未对情爱有过什么憧憬，这桩婚姻完全是出于政治因素。然而在雪地里救下魏婉时，他惊慌失措却强自镇定，不断地对他说，请救我妹妹。这份良善和修养令他觉得此女可以胜任国后，亦可以伴随他一生。可以说在那一刻，他也曾对那份政治婚姻抱过一丝希望。后来魏婉渐渐失去分寸，越发失了气度，他身在局外，因此将他的感情变化看得一清二楚。纵然后来他做出了许多超出他允许范围的事情，他也不曾深究过。以嬴驷的脾性，只要魏婉不闹出令他无法容忍的事情，他的后位便会一直稳稳当当。这一切只因为她是他认定过的女人，是他的妻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嬴驷需要为国家社稷牺牲私情，但他不会丢掉一个男人该有的担当。身为一个男人，连护住自己妻儿的本事都没有，谈何理想抱负？楚里吉也渐渐地了解了嬴驷的秉性，成为他的女人，只要不自寻死路，他不会容许别人伤他分毫。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，楚里吉不喜不怒。是，臣明白了。既然嬴驷已经发了话，这事儿他就得给兜住，否则就是他这个右丞相能力不行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改变不了魏婉是魏国公主的事实。不过王后只是个女人而已，秦人也不是容下区区一女子，可是让魏女教导嫡长子，这就让他们无法接受了。嫡长子尊贵，又不便交给分位低的女子抚养，因而大臣们才会想到废后。趁着嫡长子还小，留子去母是最好的办法。从明日起，公子当由寡人亲自教导。嬴驷对第一个儿子寄予厚望，希望能够继承他的志向，因此取名荡，有荡平中原之意。宋初一蹙眉反对道，君上为国事操劳成疾，如何再能分心去照顾年幼的公子？还请君上三思。国为所言甚是，暂且如此吧。嬴驷本就打算亲自教导公子荡，现在亲自带着3岁的奶娃确实有些力不从心，但好在有奶母，不需要他时时刻刻地带在身边。王上，王后且奶母将公子带来了。陶谦在门口说道。屋内几个人心思各异，嬴驷觉得魏婉这件事情办得很合心意，没有同他哭闹争执，反而审时度势地主动把儿子送来，行事颇有国后气度。事已至此，旁人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好暂时搁置此事。正好你们也见见公子。嬴驷说罢朗声说道，进来。吱呀一声，门扉推开，一名20岁上下的妇人抱着一个小娃娃进来。